Wow. Wow. This guy is so cool. Chichie, Taibang. Summoner's Rift. 移到顶端，没有啊？移到右边缘，没有啊？排列，哦，往上移一层，这个是不是？也不是啊。哦，移到最上层，不行啊！什么馊主意啊？好啦，不管你们啦。啊，他们杀进来了。挂。 前往北列境，。啊，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。不过我的队友挂了，是你们害死他的。啊，这队友有差异。 这边谁拿手杀？辛朵拉，他没有回复。好慢哦！哇，这样我亏。 他 Q 我一下，被我普攻人啊，扣更多。哎呦，要死要死，好痛哦！ 我到完炉车之后偷杀我 ，OP。 啊！趁我到完炉车之后偷杀我。
妈的，趁我在玩炉石偷杀我，他死定了。什么不是代打？我刚才玩炉石啊！我刚才玩炉石在出灵魂之火，那个李信宦官喷我一下、啊。李信一直住啊，受不了啊！李信怎么又转上来了？没有啊，第一次我是真的当炉石啊，不然我不会死。啊！这场输了。好痛哦！哦，我现在只有五等而已啊，对面七等。好啦，玩炉石吧，三路崩了，没救了。那这场三路崩啊，我们上路六等，对面七等；我们东路六等，对面八等啊；我们江口五等，对面七等啊。然后下路也是输线了、啊，没救了。妈的，一开始那个失误太大。一开始李信不是在塔内带火一次吗？那一次我在玩炉石啊，对面偷袭到，真的，那是不会死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你的灵魂属于我。好痛哦！哎呀，我刚刚……当幸运币哦，太猛了吧！圣光会忽悠我。这场没救了。
我觉得宿舍好好玩哦，要打快攻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啊靠腰嘞，少打他一点。你说那一点就是关键啊。怎么大我们大波 Q 了？得到 carry 了吗？好，我玩这场。剑无虚发。你们 double kill， 对面已经 god like 了。哇！剑无虚发，我会英勇战斗。因为 legendary 啦。哦，好凶哦！正二体。熔火巨人，哦，我输了。啊，他还是打脸牛。哦，好讨厌打法师，他那冰箱。哦，下一波激战。妈的，逆转了！已经输了，不用认真玩了，已经输了，我等级差那么多。
别说啦，一开始那个送手叉，他那个一下就上二，然后前期又因为无敌的关系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的关系啊。重点是我们江口根本就被踢爆了，这边各种 legend 可以啊，我们江口各种 ECE 啊，你看那个我各种神奇单杀、啊，反正没差，游戏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单杀的对面是不是证明我的实力？是啊，我已经证明我的实力啊，就没有那么多屁话了，这样就可以投了。大招被关到，没有，哦，蛮猛的，射了一星。好，新技能。可能要重开电脑吧，我在想，因为他可能是没抓到，他可能要重开电脑。有一些软体是这样子啊，他重开机给他抓，可是我有点懒得重开。因为那个影像应该是没错的啊，影像。就是视讯的影像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刚看影像是有的，所以视讯的镜头就是视讯的装置是没有问题的，那只有可能是传到那个 OBS 的时候有问题啊。那我刚刚也试过了，也没有问题啊，就只有可能是没抓到而已啊，可能是中间有动到，没抓到。哎，之前也有发生过一样的情况啊，我记得我重点就可以了，那这样不行。看到你的视讯了，超大是吗？哎、欸，死掉也要灯笼不能点。好啦，GG了。赶快检举这个废物飞爱吧，太烂，垃圾江狗。